诸位贵宾，诸位长辈，诸位朋友们，大家晚安。俗话说，人要认命。一个人呢，福报不够的时候啊，用太高级的东西啊，不习惯，是吧？如果一个人命中没有很大的福报，让他住太大的房子。太大的床啊，会生病的。所以我还是认命好。我就想到九年前呢，刚好呢受邀到海南有一个地方叫博鳌，这个地方很特别。中国呢有七个地方啊，还有七。就是你走到那里的一个地方呢，就一个很粗的气柱，你看不到，但是你一走就知道那个气很强。其中还有一个地方在天坛，专门祭天的地方啊，那气柱气场非常强，所以这个博鳌的气场啊也很强啊，那里常常召开啊国际会议，都是各国的元首。政要啊，去那里开会，常常有博鳌论坛。那里的饭店呢，都是超五星、超六星的饭店，非常高级。他们邀请我去讲一堂传统文化的课，所以当天晚上我就住那个 very 高级的房间。结果呢，整夜睡不着，我就知道人要认命，没有那个命不能睡那个床。后来又有一次，还不是一次，证明而有，还有一次，我到槟城去分享，结果因为那个饭店的老板，他很喜欢传统。所以知道我们去分享特别高兴，开了总统套房给我住，我一个人住啊，睡到半夜一两点了，还是辗转反侧。最后呢，我跑到佣人房去睡，就睡着了。所以啊，人还是不要太相似，人还是要认命，像我挺认命的，因为有一句话叫我们闽南话说的，这狗的拖，这狼的拨，翻作普通话的意思呢，就是做人呢，做牛就要耕田，做人就要磨练，这狗的拖，这狼的拨。那我是人又属牛，我一定爱拖磨啊，我一定是要经得起这个锻炼磨练，要吃苦耐劳，才是属牛的样子啊。你们有看过哪一头牛去跑十八的吗？跑上混乱吗？你有看过哪一头牛去吹冷气的吗？没有吧。所以人认命好，好，所以我们传统的俚语甚至传统的成语、传统的词语，甚至中国的文字，都含受人生的智慧在其中。比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句子，颓废之感，家道难成啊！大家读到这一句经文，有没有想到哪一个成语啊？自甘堕落，那就谁
气。我们看刚刚跟大家讲的，没有那个福报啊，不要乱想。俗话说，不要想吃福。为什么福会跟吃合在一起？因为啊，人一享福之后啊，就会觉得应该的、理所当然，就会不知道啊，知恩报恩，饮水思源。那不知恩报恩的人，这个人不是很愚痴吗？连做人的根本都不懂啊！哦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时代，物质生活非常丰沛，但是人越来越不明理，越来越愚痴。因为啊，福是瞬间，能享瞬间的人，除非他有非常正确的人生态度，就是感恩的人生态度、清净的人生态度，不然他一享福，铁定堕落。所以没有智慧的人享不了福，所以我才跑到那个佣人房去睡觉，因为我没有那个定力，就瞬间抛开了。看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都在享福，现在人的素质一落千丈，瞬间淘汰人。逆境磨练人，遇到一些考验困难，反而增强他的意志跟勇气。啊，我们说话要讲不知好歹啊，其实好歹我们不见得分得出来哦。啊，你比方说逆境反而是提升自己哦，逆境有好处哦。啊，我们闽南话说，吃苦当作吃毒药哦，要吃苦你敢动辄吃不？这个在是好歹哦。啊，那世间的人都觉得富贵很好哦，实际上他不知道事情有很多面呐、啊。所以现在越有钱的人，吃安眠药睡觉的比例比较高。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一个农夫吃安眠药睡觉的？没有吧？对呀、啊，所以又有一句词语要教会我们了，叫家累哟。什么是家累？你房子很多，你股票很多，你一大堆东西呀、啊，每天在那里烦恼，会不会贬值啊？要放在哪里啊？每天想这个就想得烦死了。又有谁要给我借钱啊？我那是第二个儿子还是第四个女儿，又要来找我麻烦啊？那不是家累吗？啊，所以知足常乐啊，家财万贯，知识善战，每天知识善战。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一个人很有钱，我偏要吃牛餐，要你管？好啊，那他吃掉餐，最后肠胃一定出问题。哦，啊，所以再有钱，其实你也花不到多少钱。广厦千间，夜眠六尺。啊，你房子有很多间，十几间，晚上你睡几间？就睡一张床嘛。有没有人说，我就是房子多，要你管？晚上十一点睡第一间房子，十二点睡第二间，我就要告诉世人，我有的是钱，他绝对啊，脑神经衰弱。啊，所以其实大家冷静想一想，人的一生啊，所需要的物质啊，其实并不多。哎，训练孩子知足常乐，勤俭持家。不要把他的人生变成追求欲望的人生，他就变欲望的奴隶了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努力的方向不对了？现在的孩子还没有赚钱就很会花钱，然后信用卡好几张都刷了，
知道了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助人为乐，为善解乐。现在人不懂得这个态度，不是不做人了，常常跟人计较，常常跟人对立啊，他的痛苦就很多了。所以幸福跟快乐还是痛苦，往往是一个处事的态度决定了。走出来的人生可能是天壤之别了。那大家看到是智，那智也是长智慧。我们说的五常，仁义礼智信，所以人说的言语叫信，所以不守信用讲出来的话不是人讲的话。所以人只要讲话不守信用，那讲话的人就不是人了，是吧？人言才是信嘛，不守信用那不就不是人讲的话了，自己就没了人。所以凡出言信为先。好，那谈了这么多的知识结语，其实让我们更感受到什么呢？老祖先们对我们的恩德，有这么多的方法来增长我们的智慧，让我们的人生少走弯路，少走冤枉路啊。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推回子弹家道难成，让我们想起了自甘堕落，自暴自弃，自掘坟墓。那这个自己要堕落啊，就是俗话讲的扶不起的阿斗。这句成语大家都听过，请问阿斗是谁？刘备的儿子，这个叫考历史。考历史这个叫标准答案，但是我们学传统文化就不是听标准答案而已了。学传统文化是什么？心性之学，是启发我们的悟性的，提升我们的智慧的。所以扶不起的阿斗啊，请问谁是阿斗？堕落的人就是阿斗啦。不肯自立自强的人，自己放弃自己的人就是阿斗啦。哎呦，那很可能是谁？你们都没反应呢，自己啊。你们没反应呢，请受我一拜。为什么？你们的人生都没有堕落的时候，不对了。你们从小就这么成熟，这么懂事，随时都是勇往直前，都没有消极、沮丧、堕落的时候。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好，知己者天知，知久者天久，知足者天足。这一句教诲其实就告诉了我们，人生的成败都决定在自己的心。自己放弃了就一直往下滑了，自己能够自我期许，能够自求多福，那他会感得非常多的人生贵人，人生的祝愿。所以其实谈到这里，人应该有所感悟，就是人这一生呢，所有的因缘呢，是自己的心感召来的。比方说，假如我们贪念很重，有可能呢，会
方，你们有没有遇过？啊，你们姐妹做了一个人，突然一包东西掉下来，上面是钱，啊，然后好像一捆全部都是钱掉在地上。然后那个人就跟你讲：“哎呦，是谁的？”哎，我们两个到旁边去分。哎呀，我看大家的表情，可以感觉到马来西亚的治安非常好。哦，这个诈骗集团在马来西亚很少遇到。很多人遇到这个人，他没有贪念，他马上赶紧走，他就不会说出什么状况。有些人起了贪念啊，哦，是真的跟人家去分钱，可能就遇到不好的机会了。哦，所以人只要没有这个贪念呢，这些不好的因缘不可能的，会出什么意外的。哦，所以凡事啊，自己人生遇到的缘分呢，还要反求诸己。而在成语当中，提到知己的这个知己的成语非常多，好的非常多，坏的也非常多，所以好坏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我们刚刚念的是不好的，现在念好的，自立自强，啊，自动自发，自求多福，不也是自己创造的？那我们现在呢，怎么来转变这个心境呢？啊，我们面对一个，啊，面对自己的自甘堕落，啊，或者面对朋友的自甘堕落，我们怎么来帮助他呢？怎么来帮助自己呢？啊，我们之前呢，跟大家一起交流到了凡四训的特质，有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呢，是改思维，立命自己，改变不好的习惯，不好的心态，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自甘堕落的情况，很可能是他有放纵欲望的态度。比方从朝代来讲，夏桀、商纣他们是暴君，末代的皇帝，其实他们在位的时候，身边有很多神仙人，可是他们不用，他们不听他们的劝，并不是身边没有好人哦，所以他放纵欲望，不能够接纳别人的谏言，所以很多人在自己的人生不幸的时候、失败的时候，都会说：“哎呀，上天太不公平了！哎呀，都没有人帮助我啊！”这叫怨天尤人，这样的态度叫罪加一等哦。为什么他这么怨天尤人呢？把老天爷都怪进去呢，把身边曾经帮助他的人、想帮助他的人全部都否定了，还责怪你。那我们看，光是这个念头造了多少福。所以有一句话叫片言折尽半生福，就一个人讲一句话把半生的福报都折掉了。那请问大家，有没有可能一个念头把半生的福报都折掉？有，就是怨天尤人，不感恩哦，人不知恩啊，就没资格做人哦。
是禅师学问，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叫学问。古代十八岁的人能当县长，他学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。请问大家现在十八岁可以干什么？参加演唱会坐下啊！那安危定变为之财啊！家里面出现变故，团体出现变故，他能有理智、有智慧，把它稳住啊！跨过家庭跟团体的这次危难，这个才叫做才能啊！而不是表演给大家啊，鼓掌完就叫才能。所以古人您看这些见地啊，我们看一看都觉得现在那些才能学问呢，很可能叫花拳绣腿啊，可是却可能花了我们一二十年的十四年人生的光阴，却学不到真正的才干，真正的学问。好，所以现在有一句俗话叫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，人心啊是教化出来的、哦、所以我们呢、啊、还是要很珍惜的老祖宗的教诲、啊、五千年教育的智慧，五千年教育的理念、啊、五千年教育的方法，教育的经验，教育的效果，代代都出圣贤人、啊、我们现在为什么遭这样的难？家庭里上的问题很多啊，因为不学老祖宗的教诲了，学的是功利啊，上下交争利，国威呀、啊，国家都在争利呀、啊，家都在争利呀、啊，儿子跟父亲争起家权。告上法院了、哦、所以从小增长孩子的功利心，这是毁了他的一生的。但是现在全世界都强调功利主义，甚至于很多地方幼儿园就开始叫教正了，那正不论语啊，没有教一个正啊，君子无所正啊，叫让，叫忍让，把脾气才控制掉；叫谦让，才不会傲慢无礼；叫礼让，才懂得恭敬他人。一个孩子处处恭敬人，处处跟人结善缘；一个孩子不懂得礼貌啊，处处跟人结恶缘。哦，所以这个忍让、谦让、礼让是非常正确的。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，可能一个心态、哦、对他的人生的整个成败兴衰、啊、非常关键、啊、我们刚刚讲到的人每一个缘分是自己找赶来的，所以真命理的人呢，对自己的人生负完全的责任，他就不会去反而他懂得什么自我反省。我一个人遇到事情懂得自我反省了，他就增长经验，他可能可以化危机
是假如一个人怨天尤人都是指责，那很可能没事都变有事了，上事都搞成大事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句退回自甘，人怨天尤人的人容易退回自甘，自甘堕落，放纵欲望的人容易自甘堕落，傲慢人、懒散的人、没有责任感的人容易堕落，因为放纵欲望于是深渊呢，一定掉下去。那懒散的人，百种弊病皆从懒生。你看一个人每天睡觉睡到晚，那个早上十点十一点才起床，然后又不去找工作，然后就在那玩电脑啊，玩物丧志啊，结果就变成贵族啊。那个贵族叫做月光女神，叫每个月都花光光，那他是放纵欲望，他就堕落。还有一种叫白领一族，白白领父母的退休金了，自己很懒散了，没有责任感，这就是退回自甘的情况，有他人生的态度啊，是错误的。那刚刚讲到这些现象啊，大家有没有觉得，真的遇到这样的年轻人、小孩，容不容易处理？所以现在这个时代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事实上。很多问题为什么难处理，都是已经很严重了才重视啊，所以病入膏肓才觉得很严重啊。假如能够防微杜渐，就不可能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。比方说一个人很重视自己的养生，他有没有可能得癌症？不会呀、比方说一个人很重视孩子德行的培养，他的孩子会最后会行为会脱轨吗？比方父母很用心爱护这个孩子，陪伴他成长，这个孩子第一次说谎了，那个眼神也不对呀、马上父母就赶快及时教育了。比方说这个孩子第一次脱节，脸上看不看得出来？你们没什么反应呢，我知道了，你们的小孩都不脱节了。马来西亚的水平比较高，那小孩难免的这个贪恋都会起啊，但是这个很用心的父母看到这些症状，可能他第一次脱节就严重处罚他，以后不止不会脱节，看到钱都害怕。为什么？怕人家又说他拿的，因为他已经有那个前科了嘛，所以他哎呦都很慎重。是的，所以这个就是防微杜渐。整个传统的教育呢，特别重视这个预防的教育，而不是他已经形成很不好的习惯，然后再来调整。
所以很多西方谈到是他们发明的教育理论，其实在中国的教育里面都有。中国人不标榜自己，因为他觉得这些是代代圣贤人传下来的智慧，不是我的完全所有。而且这些智慧是每一个人的名德本善里面有的。哦，这个是律法。那法然后进，他已经养成坏习惯，这个是法。然后你才要禁止他的坏习惯。比方你的孩子已经迷上电脑了，你要再让他戒掉，要不要他的命？不是要他的命，还要父母的命。很多的半夜跑出去都找不到人，父母急死了。哇，那样的孩子假如不能赶过来，真的父母都瘦得像乒乓球一样的，就这样发然后进了。你没有预防，没有先建立了正确的人生态度，因为少成若天性，你从小把他养成好的习惯，他受用一生。发然后进，这汗高而不胜，就是费尽了心血都不见得能扭转得过来。我们认真看一看，我父亲那一代的人呢，很少有说自甘堕落的。可是时隔三十四年之后呢，好像我们这一代人呢，这种现象就显得比较明显。所以从这里就了解到整个中华文化靠什么撑船，靠家族撑船。一个人从生下来他就为父母想，他就为整个家庭整个家族的人想，他就想着呢，我要光耀门楣，我要光宗耀祖，所以他的责任心就提起来。有责任心的人怎么会散漫呢？怎么会懒惰呢？他读书很积极啊，他工作很努力啊，这个在我们上一代的人身上都看得到。所以假如已经错误的要扭转的，就是转懒散要转成责任感，有责任心。假如是欲望要转成道义的人生态度，这个转得了啊。像我们自己的人生呢，之前都是追名逐利啊，但是真正搞清楚了，这样的人生没什么意义啊，应该是提升自己的道行智慧，然后去利益他人，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。哎，转过来了，我们就不会在欲望当中堕落了。好，那再来转怨天尤人呢，为自我反省啊，转找借口啊，为反求诸己。人家很会找借口怨人呢，那他就好像自己堕落是很有理由的，把退缩啊转成百折不挠，越说越有。好，那从谁开始转起？从当父母的人自己转起。因为教育最重要的是身教嘛，在史书当中讲到。以身教则聪，以言教则顺。当父母长辈的人以身作则，那个德行会感动孩子本有的本善，他就会效法。以言教者，只是
叫孩子做，自己不做，那孩子心里不服啊！你要不孝顺爷爷奶奶，干嘛叫我们孝顺你？那可能就争吵起来了，争讼起来了。那刚刚跟大家有谈到呢，我们说要自求多福啊，但是人生当中啊，往往我们的精神跟时光啊，耗在自我的否定当中，好像我们遇到事情啊，都容易消极思考，对自己没有信心。哎，你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的举手。其实有些人很有自信嘛，有可能是自傲，所以你们没有举手，不然就掉进我的陷阱。有时候自信嘛是自傲，为什么呢？你去问看看，他为什么自信？比方说，作为长辈朋友。你为什么要自信？可以讲给我分享一下吗？因为我是研究生毕业啊，所以我很有自信啊。那你假如遇到一个博士呢？那你的自信还在吗？你说因为我的眼睛很大，双眼皮啊。那你假如遇到新疆的女孩，那个眼睛更大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信心假如是建立在你外在的条件，那你想遇到比你高的人，那你不就没信心了吗？所以信心不应该是建立在外在的这些毕竟物质上面的东西。你比方说这个人说，哎呀，我五六六的头发我很有自信，那你再过十年白头发不就出来了吗？那你信心不就没了？所以人为什么那个信心随时都靠不住？因为他建立的基础就是错误的。所以自信建立在哪？建立在真理，真理不会变的。只要建立在某一个条件，那个条件一定会变的话，这个自信随时都靠不住。什么真理呢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这是每个人都有的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这个明德啊。明是智慧，德是德人福报啊！原来我本有智慧明德啊，智慧德人福分，我本有的啊，我跟圣贤人都有，所以记录圣贤境界的啊，像颜回、颜子、孟子都讲顺。为者亦若是，他们是圣贤人，他们是过来人呢。他们坚定的表示，只要肯下功夫，绝对都能变成圣贤。所以《弟子规》要告诉我们：物之本，物之起，生于人，生于贤，可循之。你们相信吗？现在相信啦，明天信不信？明天有一个人骂你一句话，要想没了气的气球了，是不是？消了气的气球了。所以我们的心情就这样七上八下，没有信心。今天有人称赞你，你就很高兴了；有人否定你，你就难过了半死了。所以不是外面的。人事物在影响我们，是我们内心啊本身就没有建立真正
才看得出来我以前的没有信心吗？你看我身材这么苗条，跟人家比又比不过。哦，包含我那时候念初中的时候，我身高还不到160公分。哦，男孩子我很怕不够高，所以那一段时间呢，我妈妈挺烦的。哦，因为我常常站在我妈妈旁边，妈，我长下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，我妈妈152公分。哦，所以我妈妈常常在那里跟我妈妈唠叨啊。哎，这个时候我都不行，我要忏悔啊。那时候也不懂。哦，哎，所以你看，成绩啊，外在种种条件啊，都没有别人家好，所以我挺没有信心的。哦，所以常常问别人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人家说你要听真的还是假的？要听真的，心脏要有力量才行啊！我还去做那个心理测验呢、啊。外国有一些心理测验，啊，比方说你得40分，他就说你的个性很像老虎型的；啊，你得50分，他说你的个性很像无尾熊啊，还有孔雀啊这些。我们当时我做完事。这个心理测验跑去跟人家讲，我很像无尾熊，你看没有信心还能做心理测验，而且做出来的结果是跟畜生很像，然后还高兴半天，你看可不可悲？所以炎黄子孙啊，活到这个份上，太对不起祖宗了。祖宗是告诉你。圣于贤可循之啊，圣何人也？愚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。我们现在居然没信心到这个程度。那我是没信心的人，可是我有一点对我的人生帮助很大，就是我相信了祖宗不会骗人，圣贤不会骗人。一般有涵养的人就不愿意骗人的，这何况是圣贤人？所以他们讲的话呢，我们没有丝毫的怀疑。所以当我打开《三字经》说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打开《大学》说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，我有了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不会没信心了。哦，所以你经历这真理啊，你就不会没信心了，不自卑啊。你们在我的脸上还可以看到自卑的神情，但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过不叫醒来前啊！啊，我是成年以后才学啊，我也染上一些坏习惯呢、啊，我要赶紧去把它改掉啊！贪嗔痴慢这些坏的习性。所以我还有这些习性啊，我怎么可能去傲慢呢？哦，所以一句经文入了心啊，自己的心态非常健康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不自卑了。果不叫心来前，不自傲了，不卑不亢啊，处事啊平和啊，相信自己，又相信。诸位长辈，诸位朋友，你们的信心建立好了没有？从此不变了没有？不然我们的人生依然要耗在消极时刻、自我沮丧的时间呢，不知道有多少。我感觉对人生杀伤力最大的就是怀疑自己，进而怀疑他人。相信自己、啊、有明德有本善，自然而然你在这个真理之下，你不只相信了自己，你对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信任。诸位朋友，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遇过一个人，一个亲戚朋友对你
自始至终都是百分之一百的信任。你有没有遇过？你们陷入人生的尘世当中，啊，应该是有的。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？你观想到他，你的力量就出来了。哦，所以一个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本身都会成圣贤的人，他光是那个眼神的信任，就积了很多的引导。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光是看人家可以积功累德，啊，你们不是要积功累德吗？一个人常常脸上都是笑容，笑脸迎人，有没有积功累德？有啊，哦，叫面上无尘，东阳居啊，脸上没有杀气啊，哎呀，敌人如沐春风啊，就是积功累德啊，东阳居，对人很恭敬友善，还有一句啊，口里有尘。说妙相，讲话都是给人安慰、给人鼓励呀、啊。说妙相呢、啊，哦，所以一个人假如会讲话，每天不知道积多少功德；一个人不会讲话，每天要送很多福报。好，那我们知道了，面上无尘是供养啊，所以每一天要出门以前，要先照镜子。自己看自己吓一跳，先不要出门，不然会招死。我想这个讲法还不够，应该不是出门前要照镜子，醒过来的时候就要照镜子，不然会吓到自己的人，吓到自己家里的人被我们吓到了。哦，所以这些道理都很重要。那一个人常常给人笑脸，可以积功累德；常常眼神都给人信心，有没有积功累德？学禅的话要举一反三，触类旁通，这个叫善学。你们这么无辜的看着我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？啊，有听懂你们反应一下好吗？十几年了，有一个学习的关系叫标准答案，然后就把标准答案写上去。好像我刚刚问大家扶不起的阿朵，你们就说阿朵是刘备的儿子，那刚刚我们人生有什么启示啊？可是马上想，阿朵可能是我，我叫他自暴自弃，我就变阿朵了，我不可以这样。所以它不是知识的学习，不是记一堆东西，然后跟自己的人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啊，它是强调悟性的，啊，能感悟，可以啊，因闻见悟，从一个体悟当中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哇，就用在一切处了。啊，你比方说恭敬自己的父母，啊，哎，你体会到。不是应该恭敬自己的父母，应该师祖父如师父，师祖兄如师兄。而动物也有伦理，动物也有父母。我们假如伤了他的父母，他的孩子是最痛苦的。他的亲情和人民，人民和爱物，你会爱一切的生命，不会去伤害这个爱敬。对人到对一切的生命，哦，那这个不是整个心性呢就不断提升，哦，所以传统文化不是学知识，不是去记一个标准答案，它是不断提升自己的
而且这个身体是父母赏给我们的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，不能为伤啊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借父母这个身体 啊要利益人民啊，回报父母的恩，要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这个都是责任的体现。一个人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良心，那是对自己很不负责任的，就偏执感多了。那由于对自己负责任，进而呢对家族负责任。我们看清朝的戏剧，大家有没有看过？作为爸爸妈妈，你们非常难得，你们都不怎么看电视，但是好的戏剧啊，可以选择看，比方说韩剧哦，这个医道拍得非常好，像前者有《康熙帝国》，你是康熙皇帝啊，在位61。他一生呢，经历过非常多的磨难，那个真的都是救死一生的。可是他看过来，凭什么？凭他念念想着，不能对不起他的先祖，不能对不起他的奶奶，孝庄皇后对他的恩德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，我就是要让我的家庭家族。再来呢，对社会也要有责任感。人生以服务为目的。其实，当我们做到，我们对社会要有责任感。假如我们觉得陌生，对社会要有什么责任感？大家想想。我们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态度，我们的下一代怎么会有？所以现在下一代大学毕业出来，你问他，你大学毕业你最想做什么？赶紧赚到100万，然后到国外去旅游。还是他说，我终于毕业了，我有能力了，我可以孝养父母，我可以回馈社会。这个才是培养出人才哦。好，所以对社会的责任呢，我们要有所承担。比方我现在在教育界，我的责任是什么？我们以前常常去上课的时候都说，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，那这是我老师的责任啊。那看到现在人性堕落得这么快，那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？那这是不是在我这个行业的责任心？所以我的天命是什么？使命是什么？正行使道。每一个行业现在都一直在堕落呢，因为道德沦丧啊。所以假如你的孩子啊，你自身是医生，你的责任是什么？正行医道，唯一的责任就是慈悲为怀啊，而不是想去赚钱啊。因为每一个行业，假如道德没有复兴起来啊，整个社会没有安全感呢，是吧？那我们在哪一个行业就有这个责任呢？请问大家，你想？
件事，我就把他们的行业统统给玷污了嘛。那他是没有责任感的。哦，所以弟子规有一句话叫德有善以敬修。一个人无德啊，侮辱了谁？侮辱了自己，侮辱了家庭，都没有责任感的，侮辱还有侮辱了自己的国家的名字，哦，所以这个有责任感的人呢，绝对不会啊推诿自甘，啊，他绝对可以振兴家道，他也可以振兴民族，啊，在我们马来西亚，啊，好多老者他们做到了对民族。曾经看到一个国宝啊，也印象非常深刻啊，江河若断流，这个意思啊不是只有江河而已，是什么呢？整个大自然破坏到没有办法去做了，延伸到这个意思，啊，在江河若断流啊，我被非常有责任感，他就要推展有机农业。我告诉大家，在这个时代，你真正要为整个国家民主社会做出贡献哦。你得要穷一生的力量哦。为什么？贫农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现在外在环境的破坏跟人性的破坏啊，它依旧是一百多年传统文化的丧失，所以你现在要力挽狂澜，它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达到，所以现在要做好事啊，得要有长远性，得要有恒心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，哦，你们终于有反应了，让我今天回去比较睡得着觉。所以我现在是在跟大家建立心理建设。你说我那时间都这么难做，告诉大家难做啊，恭喜你，有难做还恭喜我，难做才能证明我们是不是真心嘛。然后难做越难，功德越大嘛。所以天底下没有吃亏的事。比方说，一个家庭里面，那个哥哥、那个姐姐，付出最多，牺牲最多，甚至念到初中，为了让弟弟妹妹读书，自己去工作。一般的人看眼睛说吃亏了，但是这样的哥哥跟姐姐祸福无穷，所以老天爷是公平的，不会有吃亏的啊！所以老祖宗才留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吃亏是福啊！”啊，大家甘心了，吃了他的苦，可是你看。
说实话，很小很小，他记得福报很大，体验他后代子孙2500多年，2564年九年，孔子诞辰了。好，所以告诉大家，现在下来很难，恭喜大家。建功立为毕业，恩泽百代的机会来了。你们想不想你的家族几千年不衰？你们好像不太愿意呢，这样我也不能勉强你们呢。人要有志气，你才有动力，你要责任感，要立大志。人生短短，数十寒暑，很快就过去了，不能白白来这个世间一遭，要做什么贡献？所以我们认识那个官员，他非常憨厚，他真的要推展这个传统的有机农业，不然人类以后没地可以种啊，没东西可以吃啊，现在吃的东西荷尔蒙、抗生素、农药一大堆，癌症的人那个不是偶然的，那是必然的，病从口出啊。讲话不可以太激动。结果啊，他真的去做了以后啊，他本来想说呢，突然污染，一做下去呢，不是突然污染而已，水污染，要灌溉呀，空气也污染，你整个空气，整个植物的光合作用啊，它这个植物才有营养健康嘛，包括阳光，包括整个气温啊，都出问题了。哦，所以真正要做好事呢，你会偏离常道太远，要把它倒回来呀、啊，得要三世代人锲而不舍。哦，所以作为长辈，作为朋友，有没有感觉你现在手上握着一支接力棒？你们以前没有跑过大队接力吗？一棒传一棒哦。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都会唱一首歌啊，叫传灯啊。你们又没反应了、啊。我现在有一个怀疑，到底你们是马来西亚人还是我是马来西亚人？好像我比你们还要清楚一些事情。我才刚刚跟大家讲，江河若断流，这个生意就是我们到底要留什么环境，留什么思想观念给我们的下一代，才是有责任的父母。我说江河若断流，我辈何以对子孙？文化若失传，5000年文化断在我们这一代，我辈何以见祖宗啊？我自己就没颜面去见列祖列宗了，我就变成不孝子孙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要有责任感。啊、哦，我们孝法深老的精神。啊、哦，我是非常有福气的，这个也是祖先给我的福气。我刚好有推展传统文化，能有这个机会啊，去见到神道。哦，所以当初给我们终身的一种深远的影响。弟子规讲，人情人无心话，真的，你去见到这么有智慧跟仁慈的长者，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啊、哦，他的整个笑容，他的整个动作，哎，太深刻了。我们去见神道啊，他马上就亲自谈风景了，
些年轻人，我算是他孙子辈的，那就继续了。说当老师的是最没有前途的行业，你们不要听错了啊！我来写一下，但是却是最重要的行业，因为老师的责任要把文化教育传承下去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呐、啊，人没有了文化的涵养，这一民族里啊就变行尸走肉了。哦，所以这个责任很重大，要把文化传下去。哎，好，哦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，可能比孔子那个时代真正。所以我们积的功德啊，不亚于孔子之后。所以大家好好发愿努力，把你的孩子就发，培养他成为当时的孔子、孟子，你的家族啊，一定会留名青史。好，那我请问大家，现在这个时间呢，要把中华文化复兴起来，要几个孔子？几个孟子，几个老子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？啊，不管有几个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自己。哦，我没错了，自己，就是自己，还有自己的孩子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而且很学院建在哪？马来西亚汉学院，你们开悟了没有？这个就代表老天给了马来西亚的华人这样的天命啊！所以说马来西亚汉学院啊，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呢，我看大家还没有五十岁啊，你们要赶紧知天命。因为70年代他们李教授就讲到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唯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就是这个世界要靠我们中华文化来挽救，把它带回幸福正确的道路上啊！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？听过。听完这句话，有没有感觉生命不一样？有没有感觉终于想起来当初来脱胎？为什么了？有一些人很不简单哦。7、8岁的时候就在那里想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为什么活着？活着的意义又？又是什么？就是想这些问题。我感觉这些人哦，很不简单的。我7、8岁的时候就在想，怎么吃一只冰棒？我怎么玩？啊，我说这些人太不简单啊！所以可能听到他们这句话，就想起了这一生来干什么的？哎，自己天命是。我再讲一遍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要做中华传统文化，唯有孔孟学说跟大乘，唯一可以救世界的法宝呢，就在我们华人的手上啊！这是我们对世界的使命责任。我们不是不会堕落，我们这一生会真正的为天下、为世界做出贡献。所以我们要求世的法宝，恭喜大家。这一生能求世界是太有意义了，恭喜大家，你们没有后路可以走了。
为什么？你只能往前走，因为你往后走叫见死不救。嗯，见死不救是有罪过的。所以岂能久留人也？但求无愧无瑕，对得起天地，对得起苍生。我们就努力往前走。啊，因为我们今天方向找到了，自信。一定要可以成圣贤啊，求得呢，你生命当中所有的有缘人。好，那今天大好这一句退回自真，家道难成啊，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那有了这样的自我的责任期许啊，接着还要寻找好的环境来培养自己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因为我们还没产生钱呢、啊，我说梦要三千呢、啊，要有好环境呢、啊，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啊，所以诸位长辈朋友，首先今天回去以后，非生疏。电视节目不可以看 ，OK， 对呀、啊，再来呢，不好的朋友我不可以交，所以下一句告诉我们：侠义恶少，久必受其累啊，屈指老臣。人情人无相好，不知见。